by the break of dawn, crawl in before the fall of night, and you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pink of health if you have kept to that consistently. But with the demands of city living and the temptations that come with it, it can be difficult to keep our internal clocks in sync with nature's rhythm. Thank you, Auntie. If you have been a night owl all your life, perhaps it's time that you include some of these nourishing brews in your diet. It could well be your ticket to a healthier life. 都市人很多都需要熬夜。 常常熬夜的人，他们体质通常会发生怎样的状况？ 晚上是属于阴，阴阳的阴嘛。 所以你晚上应该好好休息，补充你的阴，让你的阴阳比较平衡。可是如果你晚上拿去工作的话，或者拿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当成你身体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阴，所以这一些人就容易我们所说的热气，或者讲上火。 An excess or deficiency in both yin and yang could lead to many unwanted problems. And sometimes, these problems can be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如果熬了夜以后会容易冒痘痘，那基本上就是你体质比较燥热。尤其我们讲，可能你就肝火比较旺一点。就介绍一个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夏枯草。夏枯草煮瘦肉汤。为什么要煮瘦肉？因为猪肉在中医来讲，它是属于比较平性、偏补阴的。 你不要说我夏枯草去煮鸡汤，那就比较燥热了，因为鸡是补气的。用夏枯草，它有很好的帮助，说它第一它清肝火，而且你知道熬夜对眼睛也不好嘛，所以它清肝火又对眼睛其实也很好，而且我们讲它可以散结，所谓散结就是你长一粒的痘痘，它可以帮你消除。最重要是它味道很好喝，而且很简单，就是两个材料就够了。 熬夜了，睡得不好的话，或者睡得不够的黑眼圈的，那我比较偏宜就是吃一点滋润啊，然后有安神，让你睡得比较好，睡得够，有一点滋补的作用的话呢，有两个，一个就是用这个玉竹，煮猪心。猪心可能很多人很怕哦，不太敢吃。其实猪心是一个很好的安神，让你安神补阴，我们讲心阴的一个作用，加上玉竹嘛，是一个润的，而且它非常的清甜。 其实你拿它来煮汤后，你会发现你喝那个汤吃那个猪心，你会觉得你睡得比较好，心情比较好，那你会对眼睛的干涩有改善，那么你也会觉得眼圈会好，黑眼圈会好一点。假如我是很怕猪心的人呢？那就介绍第二个咯。这个是一个甜品，可能你们也会很喜欢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雪耳啦。 雪耳我们都知道它是滋润的，然后里面其实我们这边的所谓的莲子、跟百合、跟这个龙眼呢，这三个其实都有安神的作用。那么红枣呢，它也是补血安神，莲子是补肾的。在中医来讲，补肾对黑眼睛是有好处的，养颜安神，而且味道很好，味道很好。你可以把它煮成甜品，但其实你也可以放肉，把它煮成甜汤也可以。 有一些是因为太紧张了，身体绷得很紧，没有办法放松，所以睡得不好。这个药其实总来讲，它可以让你的肌肉比较放松。中医来讲，就是说有松筋的作用。这个是叫葛根了，葛根、茅根、桑枝还有薏米。这个汤有它一个特点，一定要煮的时间要够长，就是说至少要3个小时以上。 And if you are aching all over after a restless night, try this recipe. 那我就推荐这个，用杜仲，杜仲加枸杞子，煮什么呢？煮猪腰。可能很多人就猪腰很害怕啊，但是其实猪腰来讲，在中医的角度里面，它是补肾的。当然你不要吃的太多了，大概一个人可能你吃半个就差不多了。 And for those who are looking for a delicious way to boost your energy, this is one recipe that Dr. Quack strongly recommends. 西洋参因为它是清热，而且又有滋阴，又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可是呢，如果说你纯粹要从补气来讲呢，你单单用它，你很累很累的话，有些时候可能不太够。所以我在这个汤里面加了一点点的北芪，北芪在中医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补气药，然后加上了南杏来润肺，然后呢，因为 我熬夜皮肤也不好嘛，而且很容易觉得口干舌燥，就用了南杏。此外，还有一个没有放出来，就是梨。梨，其实梨煮汤非常好，梨煮汤是一种滋润的作用。
While many of us routinely turn to herbal tea whenever we sense the build-up of heat in our bodies, Dr. Quack says sometimes that could make things worse. 我们讲阳跟阴应该是五跟五，平衡，你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吃了很热的东西，你的阳应该是六，你的阴还是五。所以这时候你只要吃点凉茶，把那个阳去掉一些，你就好了。但是你们现在相反呢，你熬夜的时候呢，是你的阴的那个部分呢，不是五了，变成四，那你的阳还是五，五跟四哪一个比较多？阳比较多，所以你觉得你热，可是你真的热吗？你不是热，你是因为阴不够，所以你是要补水、补阴，而不是把那个阳本来五又跟它降到四，变成阴阳都不够。So don't mistake the lack of yin for heatiness. And finally, do remember that no herbal formulas or soup recipes can be substitutes to a good night's sleep. So sleep well and wake up to a healthier start.